大家好，我是远望。我们准备打算去水果市场去看一看，因为前两天呢，我不是去那个市场，然后给大家拍的那个橙子还有柑啊什么的，叔叔阿姨看到了，觉得挺便宜的，想让我给大家买一些，然后邮过去。今天呢，我就打算去市场去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买一些邮过去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反正这水果吧，走到哪儿都有，全都是柑呐、橙子、橘子。你看，五块钱。广西这边什么都不多，就是这个橘子、柑特别特别多。到地方了，这个是北海最大的一个水果批发市场，很多的这个水果批发呢都是从这个地方出货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打算来转一转。其实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了这个水果批发市场，去年的时候我就来过一次，当时在这儿买水果，挺便宜的，我就觉得这地方还不错。但是到后期的时候，我在网上一搜，它这个水果批发市场的确是北海最大的一个。走吧，咱进去去看一看。他们这个市场是什么都卖，但是呢，人不是说特别特别多，但是也还不错，主要卖的东西挺便宜的。你看这个榴莲才18.8块一斤，多便宜！山竹，他们现在可能是因为人少啊，要人多的话，我估计过年前后的人肯定会更多一些。看这边这区域应该都是卖这个橘子呀、柑呐这些东西比较多一些，因为他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些东西吧。这个多少钱？2块。这是沃柑是吧？卖这个，很甜的，我一甜的，要直接1.5块。刚才那个人家那边是1.5块，就是有他们打包有准备发货的这种，这是人家一箱一箱。这一箱几斤呢？他卖了。卖了。啊，从那一箱那个箱大箱中打包出来的是吧？打完邮走就是说。咱们是装车厢是往家邮了。往家邮了。这是往家邮，这一箱我估计也就是差不多5-6斤。他这多便宜呢？你没看到更香的了，便宜。便宜啊，便宜。这一箱你要放在哪里？放在全国哪都有了。东的话12斤以内，西北的话10斤以内。那就10斤一箱，15块钱一箱邮费啊，包装加邮费。这一箱是10斤。对吧？邮费呢？15，邮费15。整箱是那个啊？邮费15啊？一箱包装加邮费15。啊，一箱包装加邮费。对，这个就是10斤的话加不加那个邮费？50块钱一箱，没邮费啊？加邮费是吧？对，什么都有了。啊，一箱也是50块，50块钱。看完这人家就这样贴成一单，完就发走了。反正他们就是这么一箱一箱打包的，分你是去哪儿。如果说你要去东北的话，人家给你加保温袋，完乱七八糟的。但是这个呢，人家是和5块钱一斤了，加上什么运费啊，乱七八糟的。转一圈，咱们出去吧，回去。这里面实在太闹腾了，一会儿出去跟大家讲讲是什么情况，怎么回事。咱刚才进去看那个啊，价格都特别贵。像就那个沃柑啊、红心橙啊这些东西，咱们刚才问的沃柑多少钱，就是不打包啊什么的，就是咱在这儿买会多少钱来着？2块多。2块多吧。对。完以后，你如果说打包发货发给大家，应该是在5块钱，就是翻了一倍，翻了一番。所以说价格我觉得就是太高了。绝大多数呢都是什么情况呢？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这个里面的规模很小，我不放心给大家去买这个东西。再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个沃柑啊、红橙啊什么的，在产地很便宜。咱们刚才去问的沃柑，我如果说我去买的话，就是2.5块。但是如果说给大家打包、给大家发货，这一盒就要合到5块钱一斤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也不合适。看刚才那个里面的打包了吧，一打包几千件或者几百件，人家有量，人家就能把这个价钱和这个运费啊什么的给压下来。如果说就是一单两单的话，价格都是特别特别高，所以说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在这儿买一单5块钱的沃柑。说句实在话，价格是真的有点高，所以说我还需要慎重的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